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BIOS TV。 现在詹姆士要来跟大家说一个好康，就是这个 Advanced System Care Pro 10.4 现在有在做免费下载，所以如果有在使用这套软体但不是免费版本 Pro 版的话呢，或是更早之前的版本，那你可以到这个网址来下载。那詹姆士会把他的这个网址把它贴到 YouTube 的叙述里面，大家可以直接点就可以打开的。好，那詹姆士也是蛮常用这套软体来整理一下自己的电脑。那我的版本是比较旧的，是 10.4 之前的。那目前他的 Pro 10.4 的版本呢，竟然有在做特价的 free 的话，那可以下载来试用看看。好，那这边就有它的一些 screenshot， 就是它使用时的一些桌面的截图，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。那是目前还剩17:23，所以要下载的话要快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 System Requirement， 它需要 XP Vista 7 Windows 7 Windows 8或是 Windows 10，然后这个 Publish 是它的出版商是 IOBIT。 好， Homepage 就是这边，就是 IOBIT.com 它的本身的网页。那 File Size，它档案的大小呢是 37.6 MB。 好，那 price 是之前是$49.99。好，那目前就做给这个网站的读者做免费 free 的 unlimited offer。 好，那它这个软体呢可以来帮你扫一些不必要的档案，或是帮你整理一下电脑，让你的电脑跑得比较干净整洁或迅速一点。好，它下面有一些就是它的 comment， 别人的留言，那你可以看一下。基本上这套软体詹姆士还蛮常用的，所以目前它的 Pro 版10.4有在做 free 的话，就赶快下载咯。好，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，谢谢收看。